练开始了。嗯，还没到出发的时候吗？那我再睡会儿好了。从这里到那里。啊，还是实验室里的空气更令人安心呀。好困，是最近加班太多了吗？糟了，要闲呢，要去我的实验室里坐坐吗？要去睡着吗？去抓住他们吧。怎么了怎么了，这里有什么好东西吗？
不喜欢在室外长时间逗留，你明白吗？哼，就当作是散步好了，从这里到那里。嘿，这里吧，正财之雷，纸叶幻现。小白鼠们都藏到哪儿去了呢？绝不放过一个敌人。做好觉悟吧。是最近加班太多了吗？去抓住他们吧。前面的区域一看就很好吃的，快过去看看。Thank you.
验数据，回头交给克莱因整理吧。从这里到那。最近加班太多了吗？快点快点，要是宝物被抢走了怎么办？整理吧。还没到出发的时候吗？那我再睡会儿好了。蛇不喜欢在室外长时间逗留，你明白吗？前面的区域一看就有好吃的，快过去看看。走吧，开始行动。走吧，杀意不断从空气中传来。开始行动。胜利吧，圣才之雷。做是散步好了，快点快点，要是宝物被抢走了怎么办？
要去我的实验室里坐坐吗？怎么了怎么了，这里有什么好东西吗？小白鼠们都藏到哪儿去了呢？去抓住他们吧。还是实验室里的空气更令人安心呀。要不我们先去吃个饭再回来。从这里到那里，让我们开始吧。这里到那里，让我们开始吧。从这里到那里，小白鼠们都藏到哪儿去了呢？抓住他们吧，让我们开始吧。哼，就当作是散步好了。前面的区域一看就有好吃的，快过去看看。哼，就当作是散步好了。这里有什么好东西吗？看来我们都很闲呢，要去我的实验室里坐坐吗？那我的书小白，实验数据回头交给克莱因整理吧。糟了，不小心睡着了。前面的区域一看就有好吃的，快过去看看。
蛇不喜欢在室外长时间逗留。站立吧！圣才之雷！来被我吃掉吧！数据快投交给克莱因整理吧。小白鼠们都藏到哪儿去了呢？去我的实验室里坐坐吗？还没到出发的时候吗？那里的树挖好了。前面的区域上来。琥珀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德丽莎大人，您来得正好，我刚才还在找您呢。找我？有什么事吗？其实我有件事想要拜托德丽莎大人。是我的那个爷爷，他又想做什么吗？不是的，德丽莎大人，这是我个人的请求。哎，是这样吗？我想麻烦德丽莎大人帮我找一样东西。这倒是没问题了，反正我现在也正好有时间。不过，琥珀，你还是别一口一个大人的叫我了，听着怪别扭的。
可是，您已经被奥托大人指定为下一任主教，而且……唉，我知道这些台面上的东西，不过在私底下，我还是希望琥珀你不用那么拘谨。你忘了吗？从前大家都在总部的时候，我还经常缠着琥珀你带我出去玩呢。在我不开心的时候，不也是琥珀你经常陪在我身边吗？我记得，我也记得，当初是您不顾奥托大人的命令，执意在那场实验中让我活了下来。我不赞同爷爷的做法，更不会为了那种莫名其妙的理由去伤害别人。A303，A310，当年的我们没有名字，也没有见识过外面的世界。是啊，这么一想，现在的我们变化还真大呢。对了，按那个编号来说，其实琥珀你应该算是我的姐姐吧。德丽莎大人，仿生人似乎没有生日的概念。说了不要这么叫我了，虽然我讨厌爷爷的做法，以后也打算改革天命的制度。但琥珀，我希望你我还能像以前一样，彼此之间没有太多的隔阂。我知道了，不过，请再给我一些时间吧。我还不太适应。我理解，这也是需要时间的嘛。不过，聊了这么多有的没的，你具体需要我找的东西，它究竟是什么？是圣女卡莲卡斯拉娜大人的遗物。卡莲卡斯兰娜，没错，就是奥托大人口中的那位卡莲，也是我们体内基因来源的那位卡莲。为什么要去找这个？在天命的早期档案中，我曾读到过一份有关那位圣女大人的记载。那份记载说，她在接受绞刑前曾留下了一份遗物，打算托付给奥托大人。但当时天命政权不稳，多方势力明争暗斗，这份遗物也随之辗转多手。最终便下落不明了。所以你想趁着如今这种特殊的时空现象，重新找回关于这份遗物的线索？没错，但光凭我自己的话，有些抽不开身。你知道的，奥托大人还有些事需要我为他服务。可是为什么？为什么琥珀你
想要找到那位凯琳的遗物呢？因为我想要知道自己是为何而诞生的。在我第一次苏醒的时候，奥托大人便对我说，你是以凯莲卡斯拉娜的基因为蓝本，通过机械手段而合成的仿生人。这就是我诞生的契机，是最初的我在奥托大人眼里的意义。可那位凯琳卡斯拉娜到底是谁？奥托大人在我身上所希冀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灵魂？关于这一点，我一直都想了解更多更全面的信息。当初德丽莎大人决定离开天命的时候，我的确非常震惊遗憾，但同时也十分羡慕。这与离开天命这件事本身无关，我羡慕的是你看上去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路。琥珀，我知道了，我会尽力帮你找到那个遗物的线索，但是答应我一件事，琥珀。什么事？不管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信息的增多，你所知道的卡莲逐渐变成了怎样的一个人？琥珀，你都不要因为他去改变自己。你就是你，我就是我，我们绝不是任何一个别的什么人的影子。我明白了，谢谢您，德丽莎大人。说回事情本身，这份圣女遗物最后一次出现在历史中，是在1478年与雪绒花九郎举办的一场拍卖会上。雪绒花九郎的旧址，我记得就位于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镇子里。但具体是谁拍到了手，已经没有记录了。好，我去对应的现场看看，说不定在今天这种特殊的环境下，我们还真的能发现什么。琥珀，你暂时抽不开身的话，我就找到线索之后再回来找你吧。就有劳您了，德丽莎大人。哎呀，轮到我了。蛇不喜欢在室外长时间逗留，还没到出发的时候吗？那我再睡会儿好了。小白鼠们都藏到哪儿去了呢？快点快点，要是宝物被抢走了怎么办？看来我们都很闲呢，要去我的实验室里坐坐吗？那我再睡会儿好了。就当作是散步好了。巴斯勒男爵，
不认识的名字，回去问问琥珀吧。怎么了怎么了，这里有什么好东西吗？该我上了。琥珀，我回来了。辛苦您了，德丽莎大人，有什么发现吗？嗯，我们知道了那件遗物最终被一位叫巴斯勒男爵的人买走，但线索也就断在这里了。巴斯勒男爵，我似乎在其他历史档案中见过这个名字。他是当年的一个新晋贵族，属于暗中反抗天命的一派。收集圣女卡莲的遗物，恐怕也是想在某种程度上抓住当权者们的把柄吧。把柄，在1477年的时候，卡莲被天命判处死刑，罪名是背叛天命和煽动叛乱。但其实当时的大家也都知道，像这样一位高洁的圣女，她的背叛必然事出有因。不过从今天能看到的历史资料来说，这个姓巴斯勒的贵族似乎做了一笔糟糕的政治投资。就结果而言，他终究没有活跃于历史的前台，档案里对他的记载也只有我最初提到的那只言片语。不过他曾经的府邸却就在离这儿不远的山腰处。是吗？那我去那边看看吧，如果他没再转手的话，那遗物可能现在都还是落在那里的某个角落。那就由我来带路吧。哎，琥珀，你抽得开身吗？啊，只是一小会儿的话，毕竟我想亲自去了解一下当年那位卡莲卡斯拉娜的选择。哎呀，轮到我了。啊，糟了，不小心睡着了。哼，就当作是散步好了。应该就是这儿了，不过周围有一些拦路的敌人。怎么了怎么了？那琥珀你先等一下，这里就交给我吧。急如雷电，这地方巨叶幻现，可能会有点疼啊。
上了。这是，看起来是一封信，还有一个飞机模型。琥珀，还是由你来看吧。希望这里面有你想要的答案。我明白了。谢谢你今天来看我，也谢谢你带来的红酒。但，抱歉，我不能接受你为我提供的选择。我试过奥托，我试过了许多的路，试过去扭转这不合理的现实，去贯彻自己心中的正义。可奥托，我们终究太过稚嫩，太过弱小，稚嫩到被那些狡猾的老人当作棋子而不自知，弱小到即使倾尽全力也改变不了这糟糕的世界。奥托，你还记得我们的第一次怪盗行动吗？那时的我们是多么的心满意足，仿佛自己可以解决这世界上的一切问题。那是卡莲卡斯兰娜生命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。而在那之后，我们很快就碰到了一堵墙。这堵墙由欲望堆砌，由利益粘合，它从地狱拔地而起，将善良民众的世界切割得四分五裂。我们终究也在那道墙的缝隙里分道扬镳。我离开了自己原本的世界，却终究没有找到一个可以改变一切的新大陆。甚至在遥远的东方，阴差阳错之间，我像你一样，在无意中也酿下了最终无可挽回的苦果。你害死了自己的妹妹埃莉诺，而我害死了她。奥托，我知道你一直把我当作你心里唯一的英雄，只是我也有自己的弱点，自己的短视，自己的错误，自己的迷茫。我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伟大，我只是一个不愿违背自己初心的笨拙之人罢了。
我知道在你们看来，我很傻，也很固执。但即使面对死亡，我也仍然无法违背自己心中那最初的感动。只要这颗心脏还在跳动，我的身体，我的意志，就无法成为一枚没有血肉的棋子。你说，这样的我，换个角度看，是不是也相当自私呢？可是，就算是那样，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原谅我，因为如果我还要继续做我自己，那么在我的面前，也只剩下这一条路可以走了。我知道，这会让你非常伤心，但奥托，如果此时此刻，你心目中的英雄卡莲也依然存在的话，那么他应该能告诉你，自己为什么宁愿死去，也无法答应那些把活生生的人变成政治棋子的条件。所以，永别了，我的大发明家。在你的心中，我或许真的可以成为永远的英雄。他是如此坚持自己内心的路吗？琥珀，谢谢您为我找到这封信，德丽莎大人。哎，你确定要把这个箱子就交给我吗？说不定爷爷他也会想要这些东西。不，还是由德丽莎大人您来保管吧。奥托大人他，我知道他现在已经不需要这些东西了，而我也或多或少从中得到了自己的答案。所以，反倒是德丽莎大人，我希望您能保管好他们。为什么一定是我？我不会去评价奥托大人的所作所为，但这并不代表历史不会对他做出评价。我希望，在不久的将来，德丽莎大人可以亲自把这份东西放进属于您的天命博物馆里。到那时，人们可以看着那间博物馆中形形色色的展品，得出自己关于奥托阿波卡利斯一生功过的结论。这或许就是我身为秘书的一份坚持吧。好吧，虽然我并不理解你要说什么，但你本来也不想让我在今天就弄明白，对吧？啊，琥珀。什么事，德丽莎大人？琥珀，虽然我知道
你我此时此刻的立场不尽相同，但我还是祝愿你能够探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你，德丽莎大人。哎呀，轮到我了，从这里到那里。是最近加班太多了吗？那我再睡会儿好了。前面的区域，一看就有好吃的，快过去看看。来这里吧。空气更令人安心呀。站立吧，启程。出征。启程，出征。和本皇女一同踏上旅途，你应当感到骄傲。启程。一看就有好吃的，快过去看看。出征。和本皇女一同踏上旅途，你应当感到骄傲。
Thank you.